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这个季节在菜园里面没有什么菜，都在开始种，很多菜都没有长出来。去街上买的话也都是一些大棚蔬菜。刚好我们这边也芹菜比较多，我老妈比较喜欢吃，然后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。对面就有很多野芹菜了，等会我过去把它给摘了，摘一点回家。这里也过不去，用石头把它垫一下。看见没有，这里一大片野芹菜，然后上面也有，那边也有很多。这里是我们这边野芹菜最多的一个地方，经常会有人过来采摘。今天我也采一点。上面再摘一点。这里一大片都很新鲜。摘了这么多，这足够了，不摘了，这些留给别人，以后别人会过来采摘的。回去了。这下面别人放了两副地笼在里面，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鱼。这里还有一个地笼，这是别人家放的，我就不动它了。这里面刚才发现了一只小螃蟹，在叶子下面，我看一下。呀，这个螃蟹我们小时候经常抓来玩，现在呢野生螃蟹是越来越少了，这个螃蟹很小，我就把它放了。今天就到这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给一点个关注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